如果你绣的是瑶池城的话，便可以去瑶池城游玩；如果你绣的是万里山河图的话，便可以北上天山，南下江城，由谁出行，由你决定，一切费用由皇家承担。公费出游，我在绣个南北极，那不是有吃有喝，又能远离公子羽了？父亲，请起，请起。 夫人，这是……没事没事，我看您一直跪着怪累的，还是坐着说比较好。夫人对为父真好，居然知道为父的腿都酸了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夫人。夫君呐。 嗯，新欢近日挺无聊的，也想学学刺绣呢。想学刺绣？嗯。既然夫人想学，为父自然是支持的。只不过咱们新海城没有绣娘。像这种小事，我觉得应该不会难到夫君吧。 再说了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我如果拿了奖，我肯定只跟夫君一人，你我二人神仙眷侣，比翼双飞。夫君，你就帮我找找绣娘吧。其实，咱们星海城是有一名已经隐退的绣娘，只不过她因爱生恨。 脾气很不好，最见不得夫妻不睦。为夫可以去试试看。那新欢就有劳夫君了。夫人不必客气。 咱们已经连续3日在此处窥看孙媚娘，如此行径，怕是……孙媚娘向来反对官府之人，我们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去，肯定会被赶出来的。那老爷的意思是？钓鱼。三位，此处今日前来不是找你，孙夫人，赵某今日前来是想购买你的万里山河图。哼，不慢。 应该能猜到，我背后之人的实力。若是得罪了他，别说是在星海城，就是在天心国，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是吗？莫非你背后之人是当今皇上？若不是，那我便要看看。公子羽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闭嘴！见过孙夫人。今日子羽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公大人客气了，今日我还要多谢公大人出手相救。不知大人今日到访，所为何事啊？实不相瞒，近期在家闲来无事，便想学学刺绣。 特让子羽前来，请孙夫人回公府一趟。新海城都传龚大人宠妻无度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秀儿，把我的绣包拿来。是。多谢孙夫人。龚大人客气了。今日若不是你，恐怕这群人……你们几个就为了一幅万里山河图，便和孙夫人无礼？去告诉你家主子，万里山河图在公府，若想来抢。
公某随时奉陪。 到底行不行啊？这秀娘找了3天都没找来啊！您可是宫夫人？不是，不是。哎。 就是刺绣师傅吧，我是龚子玉的妻子。哎呀，您可让我等了好久呢。嗯，你刚不还说你不是龚夫人吗？哎呀，师傅，您可有所不知啊，我夫君在星海城太招女子喜欢了，我要是这么承认了，那会引来不少麻烦呢。啊，那便好，我还以为你与龚大人不和呢。不能，孙夫人。 您误会了，我和夫人的关系可好着呢。好着呢。孙夫人莫要不信，我家娘子每次见上我一面，都会在我的脸颊上亲上一口。星海城是有一名隐退的绣娘，不过她因爱生恨，最见不得夫妻不睦。<笑>龚大人宠妻一事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孙夫人过奖了，来。 孙夫人有什么话，咱们进府上说吧。来，快快请进。孙夫人的万里山河图举世闻名，你一定要跟着她好好学习啊！还用你讲？夫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认真跟师傅学习的，不会让他操心。 那子玉这就先行告辞了。龚大人，慢走。夫人忘了，为夫每次走的时候，夫人都会给为夫一个拥抱啊。我是看到师傅，我太兴奋了。 夫君莫怪，莫怪。龚子玉，你趁机占我便宜，你看我晚上让你好看。夫人是要给为夫涂上胭脂，竟然能让为夫更好看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胭脂，而且是青紫色的那种，本个月都很风流。 夫人，那为夫先行告辞。夫君慢走，等你回来哦。为夫定然早些回来。师傅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